到神出鬼没能够潜没于深海之中的潜水艇呢，一直是这个海军呢只要遇到战争的时候呢非常好用的一个利器啊。所以呢全世界各国呢大家都想要潜水艇，包括我们台湾也一样。不过我们台湾呢就是在军购上面的困境呢，就是呢哈，你买不到，没有人肯卖你，你也没有办法。但是日本就不一样，这个日本这个国家虽然是二战的战败国，可是呢最近的动作频频，现在呢又有一艘苍龙级的潜水艇已经要下水了。下来下去现在已经有6艘下水服役的苍龙级了，就有多厉害呢？当然要问小伟哥了。哦，对，的确，这个日本的苍龙级潜舰哦，它基本上来说是目前西太平洋地区，特别是日本来讲，算是首屈二指的这个二指啊。对，因为韩国也有那个德国的214嘛，我们不能把它就不能这样讲，万一到时候这个韩国人来这个抗议我们节目怎么办？真的，开玩笑。就日本来讲哦，其实日本的这个海上自卫队，它非常重视这个潜舰部队。你看哦。它基本上来讲，它一共编制上有18艘潜舰，但这18艘潜舰呢，其中有16艘是现役的，2艘是所谓他们叫训练舰、训练潜舰，训练这些潜舰组员的。但其实这两艘训练潜舰，如果有需要，它其实马上也就可以转换为这个作战所需要。那这个苍龙级潜舰呢，是日本的那个清朝级以来最新的一级苍龙级。那这个苍龙级跟过去我们刚刚讲到春朝啊、清朝什么不一样？它你看哦。它最大的特点呢，它就是配附了这个我们叫做水下崛起推进。什么叫水下崛起推进？也很简单嘛，我们现在潜舰在水里面跑，它一定要有动力来源，对不对？那个水里面跟空气是没有办法连通的嘛，所以你如果在水底下跑，要么你就要装一个我们称之为呼吸管。也就是说你柴电潜舰在水下面跑，它通常会有个呼吸管从这个帆罩或哪边升上去，升到海面上，你维持一个一定的深度，然后利用这个呼吸管呼吸就是跟里面的这个我们刚刚讲这边的这个柴油主机来做那个发电的时候，对不对？那个柴油主机会产生废气，要用这个来跟外面的空气交换。对，要不然的话，你这个柴油主机跑一跑，全潜舰里面都是那个柴电的废气，哇，搭一下嘛，就死翘翘了。对，没错。所以呢，就一定要呼吸管。那如果你没有呼吸管的话，你怎么办？现在先进国家的方式是把这个柴油主机拿掉。换一个核子反应器，换就变核动力了。对，那你就可以在水下长时间无穷无尽的都不用跑啊跑。那现在有一种新科技，其实说新也不新啦，到现在来说研发也有20-30年啦。叫做水下崛起，就是 air independent 那个技术。也就是说呢，它其实像通常有几种，像那个瑞典它有一种叫 Stirling 引擎，那另外呢那个俄罗斯它主要用一种叫做氢氧那个还原，所以都有了。哎，你知道水电解嘛，电解会变电解跟氢跟氧，对不对？但如果你把这个反应逆过来了，你让氢跟氧去合成，它会产生水，但也会产生电，所以就这样就可以在水底下无穷无尽的跑了。哦，所以这艘就是这样子咯。对，所以你看它这边你就讲说这个是叫 air independent 的这个发电机，那这个地方以日本来讲，它应该是用那个史特林，也就是瑞典这个系统的这个史特林那个主机。也就是说这个潜舰服役以后啊，它在那个日本那个周边，它出来以后，它呢就可以在水下用非常非常慢的速度，然后从台湾的东部海岸跑跑跑跑跑，甚至绕过巴士海峡，跑到这个南中国海的北端去封锁中国大陆的军港。而且因为它可以长时间的潜在水里面，我们刚刚讲到，不是如果你没有 AIP 你就要有个呼吸管，你要去换气，那你这个呼吸管的话就代表你的深度就没有办法太深，你要浮上来一点一定的位置，对对对，要不然你的呼吸管太不够长，到时候呼吸管就被淹掉，麻烦了。对，所以也就是说你有了呼吸管，你的潜舰也不可能太深嘛，那有了 AIP 你就可以用比较深的深度，而且呢那个安安静静的慢慢的，因为你 AIP 的特点也就是它不能够用很大的速度，大概每个小时只能有8节，大概差不多15-16公里这样速度慢慢慢慢的走。但是呢慢慢走，哎，那个1小时8节，10个小时80节，那个一天下来，对不对？也可以跑个这个160几节，快200节的那个距离啊，那也是很远的，对，哎，对。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 AIP 这个潜舰呢，现在日本已经乒乒乓乓已经有了第6艘了。为什么日本要那么多？对啊，我们刚刚讲到它编制是16艘现役的，2艘训练的。那这个现役跟训练差别在哪里呢？就是它每一年其实要造一艘新的。所以你知道吗？你现在在日本，你已经看不到昭和时代的潜水艇了，没有这种东西了，都要换新的了，就对了。昭和时代已经没有，都除役了，因为你看现在都已经那个现在是平成嘛，都已经平成25-26年了。所以你看那个一年一艘，这16艘现在已经没有昭和时代的潜水艇，都换成新的了，对。所以你看日本他们这个特点就是它呢借由这样每一年一艘哈，然后它的编制16艘，它每16年所有现役潜舰的那个舰队的那个潜舰就通通换一轮新的，当然
第一就保持他的水下舰队潜舰的这个心、嗯、他们说啊，你们台湾的潜舰啊有60年了、啊、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太可怕，真的太可怕了、啊、我们自己都觉得可怕了。另外两艘啊20几年了，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啊、因为我们最年轻的潜舰啊，对，我们最老的最我们那两艘潜舰啊，对不起，都还比日本最年轻的训练舰还要老、哦、还要老，对、哦、对，好了，所以呢日本呢还蛮有企图性的，不过我们如果